那今天很高兴，就是有很多朋友来到这个现场参与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小小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有一位非常可爱的缝纫艺术家哈利，他在那里，他是一位非常有活动力的缝纫艺术家，他到带着他的缝纫机就到世界各地，然后跟不同的人用他的艺术进行交流。那他也提出就是，他也很想和一些不同音乐家合作，就是在音乐家的演出之中，就是记录下他们的身影。那所以就有我们这次这个小小的实验性的音乐会。那我们今天会邀请两组的演出的老师，对，那第一组是他非常害羞，对，第一组是刘廷君以及王雅健老师。那廷君以前是我们的。他以前其实也在我们这边工作，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高音，我们真的都很喜欢他。那等一下他除了唱歌，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以前在这里工作的小故事吗？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欣赏他们的表演，谢谢。
大家好，我是刘婷君，那这是我的钢琴家王雅健。好，然后刚刚诗云已经介绍过我了，然后我非常开心可以再次回到雅颂峰表演，因为我的第一场个人的独唱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是在雅颂峰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如果大概知道雅颂峰的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里以前是一个美军的基地。然后这里的因为原本是一个美军基地，然后一个里面的教堂。然后我在这边唱歌的时候都会有特别一种神圣的感觉，然后加上我以前在这边工作，我以前在这边担任这边的类似这边的管家，我们叫小管，然后呢就会一直在这个空间活动例如之前在这里以前还没有安装那个饮水机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以前比较传统的饮水机，都需要到这边的饮水机，然后去装水，然后再倒回去里面的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那我就会经过这段，然后呢，我就会在这边唱歌，然后觉得在这个空间工作，然后生活，就是有一种跟以前的历史连接，然后呢，也有一种很生活化的感觉。好，然后我刚刚听到两首歌呢，是《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所写的，觉得应该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野玫瑰》跟《鳟鱼》。那，德文的这个艺术歌曲呢的传统呢，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德意志地区本身的民谣。那这种民谣呢，在德国就是欧洲那个时候呢，以前的历史是围绕着就是意大利那边去打转的。那所以德国，对于以前的欧洲人来说是比较边陲的地区。那德国那时候各种发展就比较晚，所以他们的民谣也是受到意大利，例如牧歌啊，或是法国的爽颂的影响。那他们自己的艺术歌曲呢，是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的作曲家提倡说要使用他们德国自己的诗人的诗词来谱曲，所以呢，才开始渐渐的走出了德文艺术歌曲就是 Lieder 的这条道路，然后成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甚至更深的一些歌曲。好，那在那个时候呢，十七、十八世纪中产阶级兴起的时候，那时候的女性，她们还在通常都在家里活动，然后那时候也会有一些沙龙的歌曲，就是她们很喜欢。一群友人，然后在家里聚会，那写一些歌，然后就是唱给自己人听这样。那个时候还有另外艺术歌曲，还有那时候的民谣，那作曲家作曲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女性呢，她们可以借由弹钢琴啊，然后还有唱一些歌来增加自己才艺，这样子比较好嫁出去。对，那自从这些像是舒伯特的音乐家呢，把这些艺术歌曲提高之后，那这些歌就开始由比较专业的音乐人，就是歌者来演唱。Okay， 那在以前这种比较简单的歌曲里面，通常是诗节式的，就是可能是同一段旋律，像是《野玫瑰》，但是有不同的歌词。像《野玫瑰》，它就是一个在讲述野玫瑰跟小男孩之间相遇的一个故事。当然，野玫瑰最后还是被小男孩摘走了。对，那在鳟鱼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样是有三个不同的段落，但是每个段落之间呢，在音乐上面它是一个一直推进的故事。一开始呢是讲说鳟鱼非常开心在溪水里面游泳，那水面波光粼粼。那第二段呢就在描述有一个就是旁观者，这个讲述诗人的旁观者看到一个渔夫，他对河里面的鱼非常觊觎，那他就在想鱼到底会不会有事呢？后来最后一段就在描写，最后鳟鱼还是被渔夫抓起来了，那一切呢都在溪水的潺潺流动之中，就是回归于平静。那舒伯特呢，就是把这个诗节的歌曲再做更多的变化。那他在短短的31岁的人生之中，他总共写了600多
首的艺术歌曲，跟其他音乐家他们会比较偏重于例如比如说交响曲，他们音乐家都很想写出自己的很有名的交响曲。我就不同，舒伯特非常喜欢写这种跟朋友分享的艺术歌曲的小品，还有一些小品的钢琴曲。好，那在这个作用，我们就可以听到钢琴开始的潺潺的水声，这个让音乐整个都非常流动了起来。那在以前的比较更早的艺术歌曲还没有这么升华，还没有艺术性这么高的时候呢，通常可能是很简单古典乐型的非常简单的伴奏。那舒伯特将这些情景还有人的感情都融合到钢琴的伴奏里面，让钢琴更有叙事的感觉。好，那另外要提到是作为这首诗啊，就是舒伯特的这首诗呢，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贞洁教化的意义的，但是舒伯特呢，最后在谱写曲子的时候呢，把这段提醒少女不要像作为很轻易上钩的这段诗节删除了，最后只留下三段一个叙事的歌曲。好，那在那之前呢，其实也有作曲家写了一些很可爱的曲子，例如我接下来要唱给大家听的是莫扎特的一首《紫罗兰》，跟也没会很想再讲述一个紫罗兰从远远的地方看到少女走过来，他非常开心，希望少女可以注意他，但是呢，少女不但没有注意到他，还一脚把他踩下去，然后最后他就在少女的脚下就是非常悲叹的，就是死去。那在莫扎特写的这首歌里面呢，可以看到莫扎特在他非常有名的歌剧作品里面一种歌剧场景的段落，他把这个音乐呢做得很像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好，那我们现在将演唱的是莫扎特的《Das Weihen紫罗兰》这首歌。Oh.
好，那这个莫扎特创作了一些很可爱的小品之后呢，有另外大家应该都听过作曲家贝多芬，他晚年深受耳疾所苦，但还是创作出很多有名的作品，例如合唱交响曲。那他虽然交响曲这么有名，但是呢，他有一些声乐的创作是关于他是比较爱情、比较私密上面的一些感情。那贝多芬的一生呢，从未娶妻，那他也有有些爱人，但最后都无疾而终。那他的艺术歌曲里面呢，就很多都是描写爱的，例如还有一组艺术歌曲呢，连篇歌曲《致远方的爱人》，也是在讲述爱情。那这首歌呢，我接下来唱的这首《Ich liebe dich》，我爱你，就是非常直接的在描述爱情，像是清晨或是夜晚一样，所以是在你身边，然后并且在对对方诉说想要保护你，然后尊重你的心声。Thank you.
奏一首降 E 大调作品92，九十之二的即兴曲。那是罗特除了在艺术歌曲上面写了非常非常多首之外，他也致力于创作钢琴的小品。那即兴曲呢？这首歌曲呢是源自浪漫时期的一种抒情的乐曲，有一种即兴创作的性质。那跟其他浪漫时期比其他的曲种，例如幻想曲相比而言呢，幻想曲较自由。那即兴曲呢，它还是维持着在古典时期的某一种的形式，例如它常使用三段体或是变奏的曲式。那这首歌呢，是我一首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它的听起来就是旋律非常的优美，如同舒伯特的音乐一样。那它的一开始右手呢，就是有快速的三连音，加上左手稳定般的旋律低音，我们会听到一开始的音乐很像是溪水的流泻，很像是如歌般的舞曲。那中间呢 ，B 段就转为小调，和声有非常强烈的转换，然后之后呢，我们再重回这样子 A 段如歌的音乐，最后再一个结尾作结。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南靖演奏这首歌曲。Thank you.
悠长优美的青春之中，其实大家听不出来这是莫扎特，这是舒伯特在他去世前一年所创作的歌曲。那那时候呢，音乐家的地位其实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高。那我们可以知道一路莫扎特，然后到贝多芬、舒伯特，从莫扎特一开始呢，莫扎特当时候的作曲家是要受雇于宫廷的，那他自己从宫廷里面，他跟教宗决裂之后，自己跑到城市里面去做一个自由的，就是我们现在像 freelancer， 就是自由的作曲家的话，其实那个生活过得不太好，然后一直到晚期之后才有所谓的音乐出版商，因为那时候刚刚提过中产阶级兴起，所以中产阶级很需要一些符合他们程度的一些音乐作品，例如声乐啊或是钢琴的作品。那舒伯特呢，在他的那个时候呢，常常写信给出版社询问有没有作曲的需求。那这首曲子呢，也是可能是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所作，就是可以让他们练习，然后可以拿出版社可以出版，然后贩卖的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演唱两首歌德的诗作。舒伯特非常非常喜欢文学家歌德，在他创作的600多首艺术歌曲里面呢，有100多首是歌德的作品。虽然歌德并没有注意到这位作曲家，那接下来这首作品呢是舒伯特在他非常早期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歌德的诗，就开始写作，是雷田纺织旁的纺织机和葛丽琴。那葛丽琴呢是歌德文学作品底下的一位少女，然后跟歌德有一段情愫。那这位少女呢在被歌德诱惑之后，歌德呢他把他的灵魂卖给了魔鬼美菲斯特。那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葛丽琴，纵使他们互相就是有情愫。那葛丽琴在歌德在那个浮士德走了之后呢，他就感到非常的悲伤，他觉得他的心就是被撕裂了，然后他的心里面、脑中里面都只有浮士德的身影。那这首歌呢，也是一开始这个计划我所想到的第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钢琴，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到，他一直在模仿纺织机而轮转的声音。然后低音呢，有可能是代表着踏板的声音，或者是心脏在跳的声音。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跟旁边艺术家纺织机相隔一张的声音。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葛丽清她自己的幻想，她从一开始说她失去安宁，到后来她的脑中都只有浮士德的身影在啊，想象她的嘴、她的脸，然后还有她的亲吻，然后呢，可以注意到那个设计这个情景里面，阿房就是一边彩虹一边在想浮士德感的情景。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我将带来，一首是全自己神话故事人物的一首歌，叫《Ganymede》。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宙斯他很喜欢变成各种动物，然后去设立各种的美人或者是美男。那这首歌的主题《Ganymede》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位特洛伊的王子，那他被变成老鹰的宙斯相中了。那即使他并不想要为宙斯工作，但最后宙斯还是把他绑架去了他的神殿里面去工作。那Ganymede是一位美男子，他拥有就是金发碧眼，然后非常白皙的皮肤。那这个故事呢，也成为我们水瓶座的原型。就是Ganymede他在宫殿上面呢，服侍宙斯所使用的那个水瓶，后来呢就成为了水瓶座的原型。好，那这首歌呢，就在讲述在那个春天里面，阳光洒下。然后绿意，还有鲜花，微风之下，然后Ganymede他对爱与美的渴望，最后呢，在钢琴的越来越急促的伴奏里面呢，这个Ganymede他就飞升到天上，然后与慈爱的天父他们融为一体。那这首歌呢，其实相当有情欲的象征。那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歌。Mm-hmm.